我靠，兄弟们，又遇到尴尬事了。看啊，笼子当时排在这儿了，然后解开口了，网还是湿的，网还没干。这应该是电鱼的搞的啊，因为一过来的时候，这个水都特别浑浊，你看见没有？这地下，这水都特别浑浊。还有一个前边，看，这水都还没有清呢啊。前面还有个大树枝子在那儿，就是刚搞过的，这应该是电鱼的啊，应该是电鱼的搞的。看看这水这么浑浊啊，把笼子给它留下了啊，干得不错，留下笼子都是好样的啊。咱们去看看前面那几网啊，这个地方一共干了五个网，看看是不是都被它发现了啊。还可以啊，户外不容易，给老弟点红心，喜欢逮鱼的话给老弟点关注啊。刚开始第一网啊，然后鸡架子，喂龙虾的啊，这个网收了，不要了，咱们去前面看看啊。户外太难了，